我的阿联酋航空 check in 了。在去机场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 找对航厦。OK， 很多时候我订了一些机票的时候，它上面不会告诉你到底是一航、二航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你要必须自己找。如果走错航厦的话，就会很麻烦。航空公司连图标都没有的、啊。OK， 阿联酋航空。嗨。接下来到杜拜转机，然后通常你一开始拿到机票转机的时候，应该都不会看到，要去哪个 gate 去转，所以你要到了那个转机的机场的那个 board 看才看得到你该转到哪边。那刚刚看了一下我的转机的 board， 好像是 A20 EIA 24。天哪，我老了，记性应该不好，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。其实如果你飞欧洲的话，还蛮容易就会转杜拜，通常我都会转杜拜或者是伊斯坦堡比较多。位置又大，人又少，真是太可怕了。直接杀到他家，这里对，那个箭头是骗人的，就这个、啊，嗯哼，听得到 ，OK， 啊，这就是意大利的消费，一张火车票13欧，这样子吗？嗯哼，就好了。哇，是啊，我谁知道？我第一天过来的时候，在这边困了大概2个小时。两个小时，因为周围都是游客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这个机器买票都买不出来。刚才问你什么？我靠，一欧，好贵。一欧，特别贵。嗯，一欧，那要吗？算了，我们还是穷人的好了。我现在非常穷，所以我不能乱花钱。现在连1块钱的咖啡跟巧克力我都不敢喝。在欧洲，我觉得非常可怕。像意大利这里，意大利这边上厕所要钱吗？欸、公厕，公厕有收钱。公厕这里也要钱，意大利公厕会有公厕。我的，要收钱。意大利这边公厕也要收钱，靠完了，那我不能乱喝水。我们要出门要先把尿滴干净再出门。没想到米兰的天气真的是超级冷的，大概。摄氏刚刚估计有人说大概3度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可能0度都跑不掉。啊，刚下火车，米兰这边的街道还怪破旧的。但这里不是市中心，现在这边是嘎宾家附近的地方，估计现在温度大概应该是0度左右吧。然后这里算米兰的算郊区吗？市中心的，市中心的最外围。这边是政府的项目，是要准备造一个公园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意大利政府造一个公园要用多久？估计我毕业都见不到他造。米兰靠近市中心外围的街道，看起来其实自然之物不是太好，可以感受出来。